我影响到你了，我去那边了。唔免啦，我就是床太顶啊，靠较袂困嘞。你看你看，来来来。啊？你看你看，我就是想过粗心嘛，是无？过去啊，困这个顶板床习惯啊。等下给我换一个，较软淡薄的被料，好不？你呀、啊，你会顾咧我，袂顾咧我袂要紧。就是即摆去北京，唔通袂记你迄几个孙仔，哈？怕遮尔侪年纪呐、啊，唔就是为着这囡仔哈，为着这一日啦、啊。嗯，放心啦，知影啦。紧休困啦，我去迄间下。嗯。啊。嗯。爸，哦，眼英来啊，紧坐。爸，嗯，即阵啊，出来放假，哇，想要倒板厂一逝，去干嘛？扫墓。干嘛讲伊个后生结婚啊？娶某了，想起老母啊。二十年啊，开会之事，必心莫属啊。顺便，我阁想到湖南老家一逝，去看一下父老乡亲。当年，因为着保护咱一家，吃了真侪苦，做出真侪牺牲啊。低温倒报。我也真想倒去看卖啊。不过代志太多，无法分心啦。你着代表我去啦。嗯，拄好啊，我个人去看一下湖南乡的土改的情况。嗯，你这个想法真好。我最近收到乡委来批，讲是湖南各所在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拄好倒去了解一下，看是情况怎样啊？对南昌起起到即阵，咱拍二十几年战啊，咱胜利啊，建立新中国。但是，伫咱面头前的问题啊，阁是真多的，拢需要咱来去解决。照我看哦，即阵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啊，会有计咧，伫未来几年。袂阁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啊！安尼，咱连甲部队的官兵、学员转入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当中。一来咧，用个精兵干将；二来咧，还用甲老百姓减轻负担。安尼做，啊，正合时宜。但混同志讲较有道理啊！即阵差一淡薄，解决军事甲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就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位，增加了伊的困难。就算要拍，咱即阵的400万军队也足够啊！我支持400万军队啦，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即阵也讲袂到，拄只陈粉同志讲甲真好啊！咱是着想办法，互穿衫、食饭、点灯。拢有法家己解决，无解决，啊就无法讲个破。咱西北呢，即阵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啊就靠咱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两只脚走路，缺一不可。哦，主席，借这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阮四爷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来，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主席，主席，好消息啦！我军一颗简单的差船强渡青州海峡，10日天未光突破了碧岭防线，都在向重新挺进。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还有小平同志甲毕生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28军新建部队32师一五四团已经到地甘珠啊！好啊！这是湘西人民啊，湘西啊。1950年6月6日，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摆中央全会。在会议上面，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第二，就是坚决跟帝国主义斗阵到底，解放台湾。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呐！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央还有海峡天堑的相隔，强军要倒落会得过来啊！天堑在敌不在险，杜鲁门那边有消息无？甲美方几摆接触无结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悲。哼，运气金星天，是来天生金，这已经到了大皇太贵罪啊！这今年的台湾倒是真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袂哩放松。是。这该来的，总是会来呀、啊。